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一款实用的一个手工具，它叫做快速夹钳。那对于这个档案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到底下的链接去下载，以及前面的那一段影片会有组装的一些步骤，你可以去参考怎么去做组装。那对于快速夹钳这个工具呢，比较常见的是在一些固定的剪制具上面，它是用来做固定或是夹齿的一种很实用的工具。那这里呢，所呈现的一个形式只是它其中一个模式，它是利用多连杆的原理，用来做固定的动作。那这是直接参考真实的快速夹钳来做绘制的。那我就来讲解一下它实际该怎么去运用它。快速夹钳通常是没有这个底座的，那为了我方便去做示范跟运用呢，我列印了这个底座来运用。那通常它是固定在一个大平台或平板上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拿我们的物件啊，因为每个物件的高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边的螺丝去做微调。微调到适当的角度的时候，当我们把把手压下去的时候，刚好卡住的那个瞬间呢，它是被卡死的。当然这是一个塑胶的所制作的夹钳，所以它夹持力道可能没有那么的紧。但是如果是以塑胶的夹持力来讲，它是已经蛮够用的。那它的主要的特色呢，是当我们夹进去之后呢，我们从这一个连杆去搬它是搬不起来的，它是做一个卡死的动作。我们一定要从这边的把手把它抬起来，它整个结构呢才会松开。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用把手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松开来。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夹紧之后呢，这边是可以说是很不容易，几乎是不会松脱的情形。这是它的特色。所以它的夹持力道呢是蛮不错的，而且它是很迅速的，所以因此它叫做快速夹钳。夹的瞬间是非常快的。这个动作就是来节省我们夹持的时间跟一个方便性。那为了这个制作的方便性呢，我将所有的螺丝都是建立 3D， 我们大家可以直接列印来使用的。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找到适合的螺丝螺帽规格，所以呢我直接让所有的物件通通都是 3D 列印的物件，你不需要去另外再去买螺丝买螺帽等等的，全部直接列印就可以使用了。当然要注意一个小小的技巧，就是我们如果在列印螺丝还有螺帽的时候呢，你的速度尽量放慢一点，
这样子呢，你可能螺丝跟螺帽的配合上比较不会有问题。